哎，兄弟们，红眼儿，不要慌啊，稳住，把控好距离，走位就可以，不要慌。时运三的密银镐，三颗钻石矿，我要五颗钻石，应该不过分吧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已经回档了三次了，这一次不管有多少，我们都要带走。哦，这几颗，两颗可以啊，这个再来两颗，然后那个来一颗，我就满足了。来吧，大哥。哦，这个只有一颗，这个一定要抱两颗呀，我只要五颗钻石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哎，好兄们，刚好五颗钻石，这下我们就可以了。五颗钻石我已经满足了，把这个蝙蝠解决一下。来，来。好的，解决，我们回家啊，兄弟们。五颗钻石我们应该可以升到三十级。吃点钻石美滋滋，兄弟们，五颗钻石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升到三十级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已经三十级了，三十一级，可以可以，兄弟们。为什么要吃钻石呢？因为经验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，而且钻石这个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做钻石装备还有钻石工具的，所以只能吃了它。现在三十一级还可以吧。现在我们有了时运三的密银镐，我们就要把之前看到的钻石全部都带回来。哦，我找到了，兄弟们，就是这个矿洞，这里边的火把已经熄灭了，我们还需要重新点燃一下。虽然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夜视头盔，但是如果不插火把的话是会刷怪的。当我们有了足够的钻石，有了足够的经验，我要附一身的密银套装，给所有的密银套装全部都附上一个好属性。来吧，把这些小白史莱姆解决一下。哇，这怪也太多了吧，是不是快血月了？还有史莱姆，呦呦呦，我的天，又刷了好多。哦，好多史莱姆，还有小白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是因为里边没有火把的原因吗？还是因为血月快到了？哇，好多怪，等等。哦，这边还有，哎，这边还有苦力怕。我现在感觉我们的铜套装已经顶不住了，僵尸在不断的进化，兄弟们，这数量越来越多了。64天的血月一过，这些僵尸还会穿装备，特别的可怕。嗯，所以我们也要提升我们的装备还有武器。不行呀，兄弟们，我感觉这怪太多了，打都打不完。哎，这个僵尸还爆了一颗土豆，可以。为什么有这么多怪？你看，源源不断。我现在的血量只有四颗星，啊，我觉得这比地下世界更加危险。还有还有，天哪！哎，蜘蛛小白，别半颗星，大哥。好，这边还有，先把小白处理一下。啊，兄弟们，半颗星啊，熟悉的感觉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下矿就是半颗星勇闯矿洞。我们找个地方回回血啊。这边有僵尸，把它解决了，我们就安全了。好，哎，又来一个。哦，好可怕，兄弟们，这应该没事了吧？哎，还有。哦，他掉了个什么东西？这下应该安全了吧。我们把这两个僵尸解决了，然后用石头把这边挡上，我们回家血。其实吧，兄弟们，如果矿洞里边有这么多的怪，我还真的觉得啊，不如我们去地下世界，因为地下世界里边的矿物更多，而且钻石也更多。这回血的话得回到什么时候呀？又来。要不然我们就回下岛吧，直接去地下世界。哦，兄弟们，我们回了一个档啊，来到了地下世界。主世界的矿洞里边有三颗钻石，我们就先不找了吧。等我们之后有了铁套装，我们再去拿那三颗钻石。我们先来这个地下世界探索一下，我觉得地下世界还是比较安全的。你看，一个怪都没有，而且这个矿物是更加丰富的。从这边走一下。哎，兄弟们，红眼，不要慌啊，稳住，把控好距离，走位就可以，不要慌。你以为我真的打不过他吗？哼。愚昧，兄弟们，我是为了节目效果，大家应该都懂吧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们在这边做一个，吓死我了，来这边做一个坐标啊。这次我们要走得远一点，然后多挖些铁还有密银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走，这次一定要小心一点啊，那个红眼还不知道在不在。哎，兄弟们，这边的蜘蛛为什么是红色的呀？进化了吗？先不管它了，我们走。哦，这边就有铁，兄弟们，红眼应该不在了吧。应该是没有，我们多插点火把吧，防止刷怪。我们现在的铜阵已经爆掉了，接下来呢，铜我们就不挖了，多挖些铁，进入铁基时代。现在我们的铁阵已经有了，但是还没有铁装备，来吧，挖。又有蝙蝠来捣乱，这蝙蝠是真的烦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，一共七个铁矿，还不错。我们不要走得太远啊，兄弟们，地下世界还是特别危险的，就算是挖了很多的矿，走得太远的话还是带不回来的。我们在传送门这边找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矿。我觉得地下世界的矿物还是特别丰富的。来这边看一下。哦，这边有铁，看到没有，搭上去把这些铁挖了。如果我们现在有一身的铁套装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哎，有银，看到没有，银还是密银，这东西一会儿我们再挖啊，先把铁挖了。现在的话铜套装是真的顶不住了，我们来挖一坑，然后把这边挡起来，这样的话特别安全，不管是什么蝙蝠什么的都进不来。好了，我们开始挖铁。铁镐的耐久已经没有了，兄弟们。哇，史莱姆外边好像又刷怪了，外边又刷了好多怪，不过我们在这个狗洞里边还是特别安全的。这下应该没有了吧，我们看一下挖了多少啊，一共15个。有了这15个铁矿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做一身铁套装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，我觉得外边应该有很多的怪在等着我。